邱昊奇甩掉拐拐，大喊豆花妹是我的。三立电视台24日在台中中友百货举办三立华剧双戏剧粉丝见面会，艺人吴思贤、小月、钟瑶、蔡黄汝、豆花妹、邱昊奇、朱志莹等人都出席。一大群演员从台北包车南下，钟瑶忍不住说很像在联谊，而蔡黄汝则表示因为戏已经杀青，这次版见面会轻松太多，好像参加毕业旅行，不像钟瑶出发前还在赶戏。而邱昊奇放下戏里阴沉的角色，展露阳光笑容，并说今天豆花妹终于属于我，没人抢了。《资的时代》23日播出沙发床戏，钟瑶情不自禁在吴思贤脸上到处乱吻，被网笑说想啄木鸟。钟瑶表示我对男朋友就是这样亲，自认为是小狼狗的吴思贤开玩笑说子好直接，其实我在拍这场戏时就觉得他眼神好饥渴。